静。请佛母殿全师慈悲前道即功，坤道即功，点专师早安。点专师早安。各位前贤请坐下。你将人跟心要记住啊。之前的人啊，作为点门师啊，点任啊，组长、副组长啊，在座各位前贤大德，大家早安。点门师早安。江华一今天呢啊，大家当再多在这个庄严的道场内啊，当啊，众工再多来结缘啊，大家互相呢啊，当来做一个学习啊，也算讲是难得的机会啦啊，尤其是啊，咱伫人生当中啊，常在讲，究竟世间成就凡交，唯有修行不过有一句话。其实是前进啦，哦，安尼世事都变化，哦，所以讲呢，伫这个当中，咱会当来啊，得到这个道呢，啊，咱爱好好爱去家珍惜，哦，所以讲人生充满着无常，充满着无常加无奈啦吼，啊，咱大家当进入这个道中呢，当然这是咱大家过去世所修啊所造就的福报啊。既然得到，哦，都已经所是参考，唯有呢，咱爱去啊把握着，把咱们当啊同修共伴的这个因缘。那当然有今仔日呢，这样的殊胜啊的幸会，拢都是咱天公作的啊，咱啊师尊师父呢，两位老大人的大德良因，加上咱老前人五代弟兄，咱以秀代先。陈建林啊，已经现在领导咱啊，以这个啊，邱建林、傅建林，加各位的粉丝啊，啊，去加咱在座各位前线大德共同所来啊扶持。咱今日呢，到这殊胜的因缘啊，各啊来啊共同结缘哦，学习。那今日呢？啊，感谢目前能让过去有学习的机会，哦，学习的这个机会，啊，啊，今仔日呢，啊，或许要跟各位前贤大德呢，用功特别来研究，也就是建言书者解机病，然后健全身心顺性德，啊，当然，今仔日呢，作为在修行学道来讲起，当然咱就是要学性的，啊，对一个凡夫。变成七天人，对天人心了着性先佛。那其实讲起来，大家拢总是捕捉了着佛啊的这个种子。所以讲呢，咱捕捉着佛的种子来修的成分。那么为什么爱修？啊，当然这是讲布施。布施来到这个凡尘啊，已经六百万不断的轮回。啊，就是讲，除了失去了着飞天的路依之外，就佮失去了着咱的上进。所以呢，或许就不断伫这个世间当中呢，啊，伫个轮转。那当然，咱的处处会当得闻了着这个大道有机会，啊，当然见贤思齐。啊，除了成仙佛是咱学习的对象依之外，啊，伫咱大家同修大德之间内底。啊，有好的，咱拢会当家己做一个学习。那当然，学习不断的必精进家己嘛，敢是安尼？吼、哦，要让咱会当慢慢来成就恢复到咱啊，迄种圆妥妥观妥妥的自信。啊啊，对有了解啊，自己呢不足的所在，当然爱慢慢病毒呢啊来家病毒了解。那当然，伫内心的清净了后。就会当健全着身心，啊，所以讲呢，咱人的身体健康是来自于了解咱的心念，
哦，所以讲咧啊，伫这个啊中心之道，伫温度甲啊养生来讲，会当降25%、25%、50%是来自于我们的心灵。哦啊，所以讲咧，除非了解咱心灵的清净啊，会当把咱在世健全，给咱的身心哦，较无发病啦。所以烦恼人很侪吼，咱的病就较侪。哦啊，所以讲咧，在修行当中。哦，我咱的心呢，慢慢地当放下了一切的经验，哦，啊，好咱地当啊，信心地当愉快，哦，所以讲的信心心乃是一贯嘛，所以呢，信心心地当清净，心自然就哦无发病，咱的自心就会当清净，然后呢，伫道下内底就是啊，咱本来的面目啊，就是佛啊、哦。那第一点经验。也就是说以田为本因、哦、做基因不不田做行、哦、来感主地、哦、欢心、哦、来欢心那当然呢就是说以田来讲的、哦、也就是说、啊、咱在东西大地大地在咱人当中大地、啊、每一个人的特质、哦、但是呢而且在讲的田是在讲的品德不是在说他有钱、有权、有势、有地位、啊、在这里的人无非就是、啊、他是一个、这个、品德高尚、啊、因为我们的心情心先不来说起来可以说是我想知的都是苦都是苦尚的嘛所以我们才能跟人脱口罩做、啊啊、当然在我们心情来说起来除了在外面他有话当然重点也是在外面嘛就是这样、啊、因为你这个大人啊，做好可以，这个大帮助的外环哦，常常带领。但是你缺少了着啊，这个啊，这个内心的品德呢，其实嘛，无法度能自立自善。所以讲起呢，咱伫即处会当爱护慧双修，嘛未使讲哦，我家己修啊好势，哦，我修家咧非常的自在，哦，但是不放慢，不放慢，安尼你独善其身。只不过也是罗汉行，啊，罗汉到最后，人讲十八罗汉用一罗尔嘛，哦，啊，所以讲呢，咱来菩萨行，哦，啊，唯有呢，就是咱伫现代段来讲起，咱就是爱福慧双修，哦，爱福慧双修，咱才能达到究竟，哦，那当然呢，啊，有天灵做咱的朋友，咱感觉好啊，当好诶，咱看到了后，咱爱想要甲伊学习。哦，注重别人的好诶，转换成家己的好诶，哦，转换成家己的好诶。那么当然不行，咱就是以伊做照镜。诶，我敢有像伊安尼，反观对照看卖咧，哪有爱改？感谢咧，哦，不是讲讲要看笑话，看人家的笑话，不是这样，是看着了，啊，咱反观倒转来，我感觉嘛是安尼咧。哦，啊那安尼变怎？哦，嘛免后悔啦，啊嘛免惊。伫当下内底，咱立起一个啊一个目标，就是爱去讲修嘛，哦爱去讲修嘛。所以讲咧，啊不惜主修啊主修中的也即个境界。当然咧，我咱去看到的，伫现前面，我即看到好的，看到唔好的，伫当下内底，就是我修养的结晶。哦，好的就是继续保持伊自我，看会当佫较好。哦，啊不足的，要安怎去改善、改变？哦，啊，佮一种的，就是爱能够文字般若。文字般若就是讲，哦，咱伫听经文化内底，哦，啊，咱就去听，去听着，哦，这个道理之后，啊来陶冶咱的心灵，好好的平衡掉，好的会当把握伫这个当下，哦，保持着咱内心的清净。啊、所以讲咧，由文理法界进入了着观照法界，伊达到最后的实相般若嘛。哦，啊，这是这个阶段上咧是必经的过程。哦，所以讲台湾福建有啥物鼓励咧？哦，有时间咧一定就是爱多接触佛法，咁是安尼。有当时咱咧参拜的时阵咧，啊，有当时听咧讲师哦，伊甲咱自己讲的，咱咧神灵意会的当下。哦，阿咱咧伫想，阿达意义精神稳重，诶，我才有想到，
哦，我真听咧，即句起后咧，我会心的微笑，那一种的欢喜，那一种的清净，你哪个参班都有机会，有机会。好、哦，啊，当然啊，班嘛无足济啦，其实嘛是爱看咱私底下有时间，咱嘛是爱多看点点。哦，安尼吼，啊，你讲来道中有课当来听，敢那嘛不够啦吼。哦，啊，咱主要讲要借着安尼啊，随时咧。我当然当去思考，去做一个改变、哦、那么再来讲啊，体谅别无可怕，可怕的是无积极进取的精神。啊、哦，就是讲有不足的所在，无可怕，哦，无可怕，啊、哦，但是是上惊，咱无积极面对着咱的低点，哦，啊去改做一个补足，也无进取。啊、哦，当然，伫遮咧嘛是咧讲个性。或许嘛，知影无法个病啦，但是这个病我嘛无爱到人爱病，无啦吼。哦，当然我即个是咧讲奇奇无病啦吼。当然咱嘛无爱啦，啊，但是呢，佮无迄种上帝呀，迄种啊，你迄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一种坚强的毅力与勇气，结果啊，欠少一截。哦，啊，所以讲呢，这是无法呢，爱去进步的所在。那么呢，啊，人的缺点确实无可怕，哦，怕的就是惊，就是讲咱啊，阮心的错误不知，有影啦呐，阮心的错误不知，就是会一，哦，就是讲一直错下去嘛，哦，对咱个人无好啦，对别人是无差啦，哦，啊，咱的无好呢，有当时啊显露伫咱的行为，有当时啊显露出来，人会感觉讲，哎，哦，咱的人变得腐败，敢是安尼？哦，因为啊，这个人性地歹，甲你唔知不小心哦，啊，一个就去哦，哦，安尼吼，所以讲呢，有当时咱会想要去闪避呐，哦，因为有当形容讲过，一不小心，哦，去发生代志哦，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啊，咱哦关照啊，有影修行学道，无非就是要恢复原来嘛，哦，啊，所以讲呢，爱不断的关照依自我。要安怎祷告来自改变啊？那面对家己的不足过失，咱来改正视，以后咱一定来去改正啊。即使咱无法度人亲像上帝啊，这种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那一种毅力，咱嘛爱用心呐、啊，敢是安尼？哦，啊，慢慢来改，有一天嘛会互咱改。啊，未使讲啊，我无法度啊，我无爱啊，别讲安尼。那安尼是，你永远就是轮回的种子啊。啊，唯有的是去改变，咱有道法度来回复到哦，咱的自信圆满啦。所以讲呢，安尼有法度达到了着正业修业圆满着咱家己，这就是咱一世人最终的目标，就是这个所在。哦，啊，那无咧讲，啊，咱都已经做，咱已经有当做是参考啊。讲一句话，把咱一世人所有的家当拢投注伫这个道中啊！哦，阿嘛希望讲加减会当修行啊，无一百分吼，无嘛上无看会当立功归过。啊，安尼呢，咱伫一世人呢都无别来。哦，所以讲呢，咱一定爱了解吼。那见贤思齐，见不贤离归自性。那当然，道德修养呢，也就是一个重点。啊，你包括后续讲的。伊外王所造就的一切，哦，这是一个福报。哦，啊，咱们伫内在，变咱去做一个修养，这是一个用点。哦，这是一个用点。安尼内在能达到圆满。哦，这是用道德的圆满。啊，所以讲嘅处理极端，波及极端，也就是照着人嘅好歹，那么回光返照倒转来。家己是毋是有同款的不足，有同款的好，不足的会当重蹈覆辙，哦，唔忙一滴啦，哦，啊，这嘛是咧讲无法啦，哦，啊，得好的吼，好的唔断啦，哦，啊，好的就未来咧，啊，所以讲咧，伊这所在不断，哦，不断，安尼咧，当然对咱个人来讲咧，是较省事啦。哦，对咱祖先，对咱的慧命来讲呢，就有损失的。哦，啊，所以讲呢，咱在理性的意会处处，啊，
当然咧，咱爱理性，哦，咱若无理性的话咧，有当时啊，咧处理代志会不足，哦，会不足。所以当然，咱爱做有理性的当下内底，会安怎会当互事，若讲画面上面光，哦，会当心上圆满，未使讲处理者啊，则无圆满，处理者则无圆满，哦，啊，咱是当然咧，咧处理到100分，这无法无困难。只是讲，你安怎处理，把迄个部分降到上低，这是何个原因啊？哦，你安怎会降到上低？你当弯弯的，这或许还是不足的。哦，啊，所以讲咧，咱要有修己的态度，爱修己的态度，咱拢无想讲啊，别人太安尼，拢无去想着当，别人安尼是大家鼓励啦。哦，咱嘛无法当来影响。别人的不足，你也不可能讲话，你不改就使，我一定要甲你安怎，不可能的代志，是会当鼓励，吼安尼啦，吼。啊，当然咧，重点是咱家己，咱爱有这种的态度，吼，这种的态度，咱袂使拢干啊，讲别人啊，家己无关关，啊，安尼后界最后有可能当成就啊，我们还在这里。所以讲的相反，啊，相反反思，自我出发点的时刻，然后咧评断别人。当然咧，尤其是伫这个大团体当中，哦，佮伫家人嘛相像咧，哦，伫村民同款咧，哦，这是无法的过去，哦，当然伫咧上市的教育，哦，阿有咱任何一个浅显，哦，咧心得分享啦，哦，啊，这是一个频道，哦，这频道吼，伊咧是讲迄个富贵吼，富贵团的吼，哦，迄个富贵团的。那么呢，伊咧先得分享讲吼，我无安尼来修道吼，修着道啊来上四年教育以后吼，真正互伊深深体会足侪啦。哦，啊伊甲讲伊的心得，讲伊的心得就讲，歹势，我哩是我拢无了解，分道哦，唔是真正啦。那侬讲天道是无对嘛，讲是安尼。哦，啊伊就是无了解，哦，啊伫无了解内底咧，造成啥物较明显咧？伊那伫遐坐袂容易插，哦，袂容易插伊啦。安尼，啊，为虾米？跟他都要讲个，无小心，要怕一不小心就有事情，哦，爱是讲点点点，所以讲呢，当明白。那么呢，他一修了道，修道了后呢，真的他也了解自己，改变自己。所以讲呢，伊人遐侪时阵，伊存的那个家己事实，等来呢，哦，当然会甲伊，哦，用好叫过去叫不一样。所以讲，伫修道内底咧，当然咧，咱哦，未使讲个讲哦，啊，这间厝咧，我户主家拢听我的，我叫你安尼，你就安尼，哦，拢安怎？其实咧，有一挂序哦，顺序，咱一定爱衔接啦，爱调间，安尼咧，咱伫情理法当中咧，能够圆满，哦，这个叫圆融十方，哦，圆融十方。所以讲起咧，哦，咱就是讲，嘛袂当去评断别人，哦，你若如果用家己的思考去评断别人，只不过活在你自己设限的框框，这是你家己想的，啊，这个框框就是安尼，啊，你没办法跨过的话，那个事就不能圆满，而且，哦，损失的就是家己，我当破彻洞悉，哦，尽管的确定家己。你不要讲跳脱啦，因为你的思绪就是这样，所以讲起为虾米，哦，咱就讲伊要先足注重伊迄个亲子，哦，亲子的迄个主席，因为即摆你伫咱较早农业时代咧，农业时代吼，有可能较无这个问题，但是即摆伫工业时代来讲起咧，变成有这个问题，哦，啊，所以讲起你亲子无够，哦，亲子无够咧，变成哦，咱讲本来咱就叫伊啊。处理那种叛逆，哦，安尼话呢，变性格，哦，一直无法度人圆满。啊，唯有就是讲，咱去学亲子，去亲子了，哎，我要安怎叫这囡仔会当互动，哦，所以我拢感觉讲，我拢爱家家亲嘛，即卖的标准哦，爱伊较低，哦，较有法度能聊天啊，相处，哦，啊，你啊讲我拢家设定伫个足惯嘞，啊，是到种嘛嘞嘞，到时安尼。哦，无法个遮尔无止无尽，啊！你个坎用遮悬，我无法当忍啦。啊！你若放较低嘞，哦，豆豆啊，安尼搞啊，
哦，安尼道道，所以讲为什么诶，化皮三千年又一轮嘛？哦，啊，就是讲循序渐进的，有当时啊，就是啦，哦，当时啊，就是，哦，啊，咱就是讲会当去学清楚，无非就是你甲咱诶看法视点来放较宽，啊，然后能够互咱诶少年交咱，哦，交咱诶互动，安尼咧。应该让创造出一个幸福美满快乐的家庭啊，所以说呢，啊，咱若要跳脱的话，就是啊，会失去着真正受用的契机，啊，契机。所以说呢，啊，这咱嘛会当有去家己做一个啊，舒服啊。那再来呢，用电瓶片无好的，哦，就讲电不电伊类属性，电瓶片无好差的呢。哦，音乐剧的，哦，这个文化少的，哦，文化少有可能就是讲啊，伊还是书读较少啦，哦，啊，但是正读书读较少的较少啦，正读的书读书拢读足悬的啦，哦，那么咧发展侪不如意的，哦，那按这是变安怎？当然当掉的时阵是变安怎？唔是嘲笑，唔是讽刺，今仔日拄啊好去跳啦，呵呵，哦，哦，咱有法度笑吧。啊，今仔日话做讲，你拄仔好袂晓跳的时阵，你要笑啥？哦，啊，所以讲呢，每个人的出身因缘不一样，哦，每一个人的家庭环境、经济、哦背景不同款，所以每一个人的舒适会不一样，哦，都有真济的变化。所以讲呢，伫这所在，当着不好的，咱就是甲嘲笑，哦，咱就是甲讽刺。咱不是甲赞扬，因为你甲赞扬的时阵，讲一句较下，对伊无帮忙，对咱家己无帮忙，哦哦，无帮忙。尤其是讲别人的好好，咱无爱互知，结果呢，咱拢一直甲赞扬，哦，一直甲伊赞扬的时阵呢，变成咱是是非之的，哦，咱是非之的。所以讲呢，伫这所在，咱爱守制，咱爱修筑。咱的不好的不爱给人评论啊，啊，人别人的不好的变成家己评论，哦，啊，有当时啊，人是出自伊本身的问题，有当时伫一个环境内底，互伊会造成这个情形，那唯有哦，咱就是爱反倒转去，是要安怎家己辅导，哦，啊，所以讲呢，啊，不是嘲笑、讽刺、张扬，唯有就是内省，反思着家己的缺点，然后爱评论，知影评。像咱咧倒垃圾吼，逐工拢敢爱倒垃圾，敢爱，系啦吼。诶，啊，咱嘛是看会当照安尼吼，啊，倒哪有咧，就爱来倒。哦，啊，倒倒咧，家己愈轻松啊。哦，啊，内心咧较袂吵闹吼，咱的心会当清净，心就会自在。哦，安尼，咱就会当圆满。那当然咧，见面书者，见不见一个主线啊，以这个文字。哦，就解释咧，也是讲意就好咧，咱就希望讲交易会当做收成，会当这样花冠，哦，会当这样花冠。那么咧，意就无好咧，啊，唯有观观。但是呐，伊伫这句来讲咧，为什么讲圣人咧？啊，伊要来讲，哦，为什么咧？叫咱来见面修者，因为会有一种情形，就是讲，地性比家里优秀，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了不起？地性还能嫉妒，好，所以讲呢，我才跟你看齐。也像这个能力这么好，有什么好？有什么好？对哦，好，阿弥陀佛，我就生气了。哦，阿弥陀佛，哥哥讲对，哦，阿弥家里头，我是该哪样？我叫你来啦，甚至我要比你卡差。安尼是不是？伊无伊同款嘛？伊优秀，啊，咱嘛可能未必优秀嘛。哦，安尼，哦，啊，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咱也拉不下面。哦，比一个人吼，我讲即卖是经理嘛，吼，哦，啊，立信，你优秀，我做经理咧，我未使无面子咧，哦，所以我拉不下咧，啊，安尼变做，经理在哪？经理在医药第一。以后就是拢安尼嘛，未进步嘛，哦，啊，人地心优秀不存在啊，所以要拉下这个脸，安尼咧，自然，哦，咱就有这种嫉妒的心，哦，
所以讲呢，伊这个所在针对伊这个制度，就是讲有人比咱较优秀，哦，比咱较够个人，较够讲道理，哦，较够办事，哦，还是讲啊，伫社会上地位有权有势，哦，这个是讲比喻这一个方面的优秀，哦，就较多互我讲个事情，啊，你有啥物要补充？哦，话有当时啊讲个讲，我来咧高乐立信哦。性实在有够先进，有够迄落个，哦，啊，比个人讲做啥物了不起，就是安那，因为边仔迄个人听着吼，你安怎咧，哦，就是有，啊，这个制度本身，哦，所以讲咧，伫这个当中咧，必须你心态所转换出来，就是交换，你就是有制度，啊，就是有助力，有酸力不自在的必变，啊，这是一个方法。哦，我发觉是这嫉妒心，所以讲恁大家好吼，我看因不舒服，吼吼吼，啊嘛希望啊吼，我讲这个主题了后咧，或许能够把它反思，哦，啊来改变，哦，唯有看到贤者都能够给他赞叹，哦，不足的要按照去表现下去，哦，因为我甲看蛮多唔同，即阵咱就咧讲我家己咧。哦，啊，事实就是安尼，哦，啊，所以讲咧，有当时啊无拄啊好，有机会通研究吼，有影有在来笑袂着，啊笑袂着，哦，啊，即摆笑着了后咧，有影啦吼，地位唔成就，啊，要成就就是爱改变安尼个嘛，哦，啊，所以讲咧，啊，伫个所在咧，啊，咱爱会当去体会。那么咧，伫嫉妒个害处，就是讲咧，第一会封闭自己。哦，因为我就讲，你有啥物了不起啊？对无？比者讲，恁大家拢有好处，我讲，恁拢有啥物了不起啊？了不起啊！我是不是家己失掉的啊？因为我未想要对恁学习嘛，对无？因为我的这种态度、这种心啊，你要让我卖对恁学习，袂啦。哦，啊，当然你得去要求啊，伙伴们，哦，要封闭，哦，那么呢，不愿承认别人这样的状态。别让他不乐，哦，啊，让他嫉妒，这是嫉妒的坏处，哦，并且一直找人，找出着无优秀的所在，哦，当大家拢在学乐意性，哦，大家拢在教，大家拢在学，我话你啊，到处了不起啊，伊做一件安怎安怎破坏的变愈多，要讲异性的歹话，我要找伊问题啊，到当找。你若在找就有啊，敢是安尼？哦，哎，啊，你若有找，当然就有。哦，因为咱讲真诶吼，若像我，哦，这无白做者吼，心态来讲，哦，只不过哦，伫咱有嫉妒诶害处，就是不断就是咧污染诶污染。咱无感觉诶，你拢有感觉诶，啊，就不断甲伊来污染。哦，那么这种诶方法就是掩耳盗铃。掩耳盗铃就是讲，啊，我唔通读的哦，去盗铃。盗铃的时阵，敢会有声？啊，伊想讲，我唔通读的无听，就是代表你拢无听着。安尼啦，哦，这叫做自欺欺人。哦，啊，安尼的当然对自己比较损失啦，哦。啊，心间的狭窄，无管印象人恶的。哦，啊，咱进入咧恶性圣贤的。啊，咱来看讲，啊，算钱你嘛有啥了不起？啊，若安尼，一世人你能做名，哎，六道轮回了嘛，对无？哈，哦，哎，安尼，哦，啊，咱今仔有信诶，啊，等于咱诶东西大跌，伊有好诶，咱嘛爱甲好啦，敢是安尼？哦，哎，啊，伊有好诶，啊，咱无看着，哦，啊，无看着，咱恶，为虾米甲恶？啊，恶你敢有了啥？对家己有好处尔，敢是？因为我捡着啦。哦，啊，今日囡仔之前的好处，哦，我这达不了二比赛，哦，以这种精进的心的，不来二比赛，啊，二一来二太容易了，你这必须玩上上过来的对哦，哦，对哈，啊，所以讲呢，咱若无教人学习，哦，家己呢就落后，因为大家一直比优秀起来嘛，啊，你唔敢玩，啊，你封闭自己，到最后被人甩破，被人甩破是被自己甩破，因为你不精进，把人咧精进嘛。是你家己自甘堕落嘛，所以讲起咧，这拢是嫉妒的坏事嘛。啊，搁咧自己的嫉妒，啊，自己的嫉妒无因别人的优秀，
但是安尼，吼，是安尼，一线嘛。